传承百年的放红卡铃民俗活动，在婚照新上北上红卡铃，随着红卡杯的动作，就会发出嗡嗡的声音。今天上午在顶洲国小举办了红卡铃文化季记者会，向新活动正式开跑，现场有真侪小朋友做伙参与，气氛相当热烈。由市府以及各相关人员做伙放红卡铃，为今年红卡铃文化季甲季肃穆。放红卡铃是一项已经流传百年历史的传统民俗活动，爱着无灵的红卡在天顶飞，同时也发出嗡嗡的声音，会当讲是相当特别。而今年的红卡铃文化季是正式登场了，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五月底。要欣赏放红卡铃的民众，一定要把握难得的机会。三月底开始，一直到五月底是咱这个沿海一带咱咸水甲新年吼放红卡铃的时阵啦吼，所以坐爱好红卡铃文化的朋友，拄啊这个时阵看会到尔吼，所以欢迎大家利用这个时间来看阮遮古迹这个红卡铃文化遮保存的遮部落因的比赛安尼吼，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欢迎大家做伙来。林正中查下做想要爱的型，一点仔拢无凊彩。伊是红卡铃师傅谢荣哲，伊会当讲是目前唯一搁咧做无铃的老师傅。伊伫今仔日也特别伫现场制作无铃，同时也教小朋友一挂制作无铃的小撇步，气氛是相当热烈。来，欢迎。伊这吼，伊这内底是音箱。哦，这音箱啊，这一落，这空气口，哦，对，哦，啊，到声诶。虽然放红卡铃这项活动已经是愈来愈少人知影，李师傅也一直持续咧努力，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将这项流传百年的民俗活动好好啊保存落来，甚至是流传落去，同时也请更加侪人做伙来感受红卡铃文化独有的迷人风采。记者陈宇，客家区采访报道。